大飛講天啦，今日可以慢慢做，咁做十二三條片，原則上係冇問題嘅。今日亦都好早咁樣就做咗悲財妹原專享，講下我對改革開放嘅一個睇法。咁當然嚟到呢一度就睇到我哋嘅戰狼外交汪文斌就話一個人暴力咁樣闖入去中國領事館喺曼切斯特，結果呢件事一路嘅發酵，如果外交部降温嘅可能仲好啲，但係呢一句咁嘅聲明就係挑戰緊英國嘅價值觀，因為片段有多個角度，好多人拍到就係嗰位阿鋪被佢哋強行咁樣拖入去領事館。然後暴打，更重要的就是看到他們已經有些領事，其中最主要的四位領事就是參與者，更加在現場，即是未進入中國領事館之前已經發生爭執，去試圖搶奪人家的示威物品。警方調查當中，卓惠斯希望將事件降溫，他說交由警方處理，咁希望盡快得出結論，就係將呢件事降温，唔好喺而家佢風雨飄搖嘅政府體系裏面橫加枝節。但係今日已經去到下議院向外交部代表緊急質詢，本來以為之前提出關注嗰兩三個議員嘅啫，但係點知？嚟到現場一共有十幾個議員發言向英國政府施壓，當中包括保守黨、工黨兩名影子內閣大臣、亞太事務同埋司法、自由民主黨、蘇格蘭民族黨，甚至對少數嘅北愛 DUP 嘅成員都到齊。除了要求警方徹查調查、嚴正執法，工黨亞太事務影子大臣更加要求完成調查之後，政府驅逐有份毆打示威者的有關人士出境。之後其他議員的提問更由外交部延伸到內政部討論香港人在英國的權益和保障。外交部代表亦都回应，重点是曼城警方立案调查，而外交大臣亦已经传召中国大使。而调查完结前不应该有讲得太过深入，但有样嘢要讲清楚，和平示威是英国社会的基础，更加是生活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有权利在这片土地上高自由表达而不受暴力的威吓。更重要的，当英国已经形成了共识，卓惠斯想退都没得退，因为已经是去到国格的面前。因为来到这里，当中国这样回应的时候，他没有道歉，没有一些反省，更加继续讲一些跟事实不符的说话，那英国只有一途，就是赶你走。因为这个是一个颜面，如果英国这次退，那我相信全球国际都会笑卓惠斯的无能，笑英国政府放弃主权。是这样的话，英国是不会放松，我相信一定会做。咁即係话曼城嘅中国领事馆一窝端，由总领事一路落嚟全部都要换人，因为喺途中已经睇到四个人全部都系领事馆要职嘅，即係一窝过换人都得啦。你话我话嘅，如果你唔系咁做嘅话，咁样英国咁辛苦由约翰逊建立嘅英国嘅地位将会全面咁样抹杀。呢个就係外交嘅事，表面上实际上係影响到整个英国嘅管治权威。睇唔到
中國的強硬會在這件事有所影響，而英國亦都因為顏面問題他落不到台，是這樣的話只有驅逐你領事的一途。節目做到這裡，希望大家 like 追蹤私下訂閱科金睇廣告，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披場帶給我天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今日冇一人唔收声，即系唔知咩讲乜嘢，所以我话不如今日讲咗我要讲嗰两三件事，有剩嘅大家留言，希望讲乜嘢我随口答下你哋，睇下考下牌啦，系咪啊？考下牌，节目做到呢度，拜拜。